对今天的发型有什么样的评价？不得不说，要夸奖一下这个姐姐的巧手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邓轩的发型有没有拍下来？对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是到时候用。嗯，可以试一下。再往那边，没有，下面一点，低一点，对，好，狰狞一点。你还对，你还会对焦、哦？对，刚刚大哥加个焦。哦，你个赞，你个赞，喜欢不？朋友，哎，椅子文化要培养，晚上没有椅子坐。你按你的头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怪啊！